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李四。哇，现在天气超好的、啊，这个桃园、台北北部地区已经下雨下了两个礼拜多了。光是这个赛前运动日看到这个风景，我觉得就心情辽阔，感觉这个比赛应该会不错。那么现在时间是11:30左右，我们跟队友呢约在12:00冬奥吃午餐。那么今天这集影片呢，一样一贯的风格，赛前运动日就是美食节目模式。那么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下方超级感谢，非常好用，给李四一点创作上的小小支持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影片马上开始 ，Go！好爽！花生卷冰淇淋，好，要几个？我要芋头的。在杀时间的同时呢，现在冬奥粉鸟林啊，我好像两三年没有来了，原来现在已经多了摊贩。我记得早期我来的时候是没有摊贩的。要香菜吗？要，一定要香菜。有些东西少香菜就是少了一味啊。像是霸王啊、蚵仔米线啊，还有这个花生卷冰淇淋。等一下呢，拿着冰淇淋来去看风景。谢谢，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，感谢你辛苦了。宜兰经典小吃小点心，来来来，马上吃给各位看。这个现磨的花生加上香菜，真的超香啊！千万不要说香菜恶心，这样配真的超香。Old school 吃法。走，来看风景。美耶。赛前最重要的就是放松，放松你的心，准备好比赛。看着粉鸟林的美景，搭配蓝天白云，再搭配经典台湾民俗小点心，太放松了，太 chill 了。哎呦，还有圣诞气氛呢，流浪汉。网路上找的评价感觉不错，哎、欸，爽哎、欸，一来就吃饭哎、欸，爽哎、欸。球球，你怎么穿帽 T 好像变瘦了？感觉深色帽 T 厉害哦，看起来像推力比较高、哦。因为流汗破表长，我觉得我的极限应该只能推完应该是扫台。扫完之后呢，我们来去领物资。物资的部分在新天堂乐园，就是花莲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美景点，货柜屋星巴克那边，还不错的原住民小店。等一下去星巴克吃个甜点好了。现在时间差不多3:00，那我们10号选手呢，已经提早很贴心的帮我们领了物资，来看一下。物资有什么？先配 BCAA。哎呦，服了！看这个很爽哎、欸，红豆椰奶哎、欸，这感觉蛮爽的、欸。哎、欸，球球可以。先来一下，看年可是不是？星巴克。因为今年我参加很多比赛，然后每一场比赛呢都有送这个物资，我家有5-6罐，然后最近呢洗很大，马上补货。哎、欸，还有饼干哦。哎、欸，爱心饼干呢？哎、欸，饼干爱心，饼干爱心，来饼干爱心。够够够，可以啊，我们很瘦。有啦，这里整个猪脚店还多一个。这种邪恶的饮料只有在赛前可以喝啊。平常是禁止奶油类的东西啊，除了生日以外。你的意大利面呢？不敢吃。你的肉酱面呢？刚才不是有点？我怕明天牛山，我爸推理比掉太多。赞哦，爱面子哦。看他说前六名有什么？有马吉啊。我可能要自己花钱买马吉。
竞赛组就黄色的嘛。没什么结果的领队会议，反正就是八十公里认真骑就对了。那八十公里对我们来讲，平常的训练，已经蛮充足了，所以好像也不需要补给。加上明天有寒流，以我训练的经验呢，只要寒流来，气温低一点，八十公里我应该只要半瓶水就可以搞定。当然比赛会稍微多喝一点啦。好，饭店 check in。check in。哎，要先插卡。来了。耶。其实呢，这个饭店的格局在夏季 KON 的时候，在我的 Vlog 里面，基本上是一模模一样样，没什么好拍的。等一下晚上呢，来去吃花莲这边很有名的和平饭店，听说也是网美店。现在放行李。晚餐来吃这家平和饭店，不是和平，是平和。我们王美球球找的嘛，球球整天跟王美吃饭嘛，人会找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会附生啤，如果不敢喝的话，其他的饮料都可以更换。生啤哎，助眠一下哦。哦，秋哎，哇，很会点呢。来啦，敬一下大家啦，明天大家平安完赛了。平安下庄。平安完赛，平安完赛。反正都来了，应该还好吧？看他们。那比较远。真的假的？应该会有最大的。他早。早上青酱哦，感觉蛮屌。辣椒酱。啊？他说是辣的。这是辣的、哦。来吃一下。很辣哎。什么魔鬼青酱？我以为它是清爽的，结果它是有点辣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饱餐一顿之后呢，回到我的房间，果胶补给品传边边啊。然后号码呢我也别好了。明天的气温呢，听说是蛮低的，好像是13度到16度左右，清晨啊。今天真的超热的，20几度哎，我都穿短袖了。我的号码075，我们新款的背心，我觉得真的蛮好看，铁灰金啊，帅，再搭配这个够骚的史努比墨镜 ，Sweet Protection 的史努比系列，忍者系列。好啦，那就是今天赛前一周日的所有内容啦，有够废的一集。那如果呢喜欢李斯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之外，想要给李斯一点小小支持呢，也欢迎使用下方超级感谢，我会很感谢各位干爹干妈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。好，这是我们30岁组的前六名，站近一点好吗？没点有个空哈、哦，好，来，好，这是30岁组的前6名，好，321，恭喜恭喜。